提醒大家每日做运动，不单止可以强身健体，亦都可以保持心情愉快。啊，呢度亦都欢迎各位嘉宾噶，我哋请各位嘉宾上前嚟到呢度一齐参与啊 ！Thank you。系咁多位前面请。在这个时候先为各位介绍今日的嘉宾，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欢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先生。康文署署长刘明光先生。康文署副署长康乐事务李碧珊女士。荃湾区议会主席陈婉心先生。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葉永成先生，荃灣民政事務專員歐家盛先生，荃灣區議會副主席邱錦平先生，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容舒恆教授，康文署助理署長康樂事務陳明昌先生，康文署助理署長康樂事務孔德全先生，康文署助理署长康乐事务陆志刚先生，滑浪风帆运动员陈希文女士，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先生，欢迎晒咁多位嘉宾。而家喺我哋大家眼前嘅呢一个位置啦，系我哋今年全民运动日当中嘅重点体育推广项目霹雳舞示范嘅位置嚟噶。今日我哋非常之开心，系邀请咗香港体育舞蹈总会嘅一班精英运动员嚟到现场呢一度进行霹雳舞表演嘅。咁喺呢个时候咧，我想先邀请各位嘉宾移步到左手面呢边嘅位置，预备一齐欣赏表演噶。咁多位，我哋现场。Thank you， 歡迎大家。至於在舞台中央呢一度啦，我都先為大家介紹，我哋有香港體育舞蹈總會霹靂舞分部嘅簡威玲教練同埋莊志豪教練，歡迎兩位。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好榮幸啊，今日嚟到我哋荃灣區全民運動日，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嗎？行政長官、楊局長、劉處長同埋嘉賓，大家好。我就呢一度咧，好高興可以喺呢度咧同大家講，霹靂舞真係入咗亞運嘅杭州亞運嗰站，同埋2024嘅波雷奧運項目喎。咁我哋香港咧已經係進行咗上年第一屆嘅代表選拔啦，而且已經產生咗我哋嘅第一屆代表成員添喎。冇錯，今年咧將會係我哋第二年啦，繼續我哋嘅霹靂舞委員會任期之餘咧，同埋會繼續進行我哋香港隊代表賽嘅，嚟緊喺九月份。咁當然啦，我哋雖然係第二年搞啦，但係琴日我已經收到消息啦，喺2028年嘅洛杉磯奧運咧，將會考慮納入為正式項目，將霹靂舞。希望我哋香港運動員有機會去2028年嘅洛杉磯奧運，去唔去一路去同撇落去好冇？好，俾掌聲我哋霹靂舞運動員先。咁其實咧喺個時間咧，幾位局長啊，同埋我哋嘅行政長官喺度咧，其實我哋準備咗少少表演，想示範下究竟乜嘢叫做霹靂舞。唔知道大家準備好未？如果準備好嘅，可以俾少掌聲聽下。哇，非常開心啊！咁事不宜遲啦，我哋請我哋嘅霹靂舞分部。Thank you.
晒。请大家俾热烈掌声，我哋香港体育运动总会霹雳舞分部嘅运动员。喺呢度请阿 Jo 同我哋介绍一下咁多位先。唔該曬 Kevin， 希望可以再次俾掌聲佢哋好嗎？咁不如我逐個介紹一下啦。因為我哋霹靂舞分部咧，有我哋好多唔同嘅運動員啦，委員都喺裏邊嘅。有我哋嘅主席魚蛋 Frisbee， 呢個運動員之一先嘉、蘇斯、爆炸衝嘅衝，亦都有教練阿 Link， 以及我哋嘅 Four Eyes。俾掌聲佢之餘咧，希望大家咧嚟緊多多支持我哋霹靂舞運動員，好唔好？希望大家繼續關注住我哋，亦都多謝咁多位。Thank you， 再一次多謝咁多位噶。嗱，今年嘅全民運動日係以電子虛擬運動作為主題啦。跟住落嚟，我哋預備邀請各位嘉賓一齊參觀一下噃。各位左手邊前面請，歡迎曬呢邊。所謂電子虛擬運動咧，就係融合咗運動同埋電子科技。參加者係要運用智能科技嚟到配合佢嘅運動設備，喺虛擬場景當中進行運動噶。嗱，今日各位市民嚟到呢一度啦，都可以化身成為專業運動員，喺唔同項目當中大顯身手。喺度咧，我哋邀請各位嘉賓先同我哋一齊參觀第一個部分啦噃。嗱，而家大家眼前嘅咧係單車嘅部分啦，我哋將會感受到嘅咧係喺香港嘅虛擬實景同埋賽道上面競爭比拼嘅。今日呢一個賽道啊，將會係由尖沙咀前往紅磡海底隧道嘅實景公路，絕對令人賞心悦目噶。不如咧，我哋先請教練介紹一下，其實室內單車嘅玩法係點啦？有請教練。好，大家好啊！單車機系統咧可以同時讓兩名參加者對賽嘅喎。四名參加者可以分成兩組，途中參加者可以獲取道具協助，最先在三分鐘內完成賽道為之勝出。系統咧會 reset 咗三分鐘完成嘅，咁完成咗三分鐘之後，佢畫面會顯示參加者已完成嘅距離。喺度我就留意到啦，我哋嘅參加者都已經準備就水噶啦嚇，咁啊大家之前已經做好熱身啦，所以我哋準備好要起步噶啦噃。喺呢度我想邀請行政長官上前一步，為我哋主持比賽起步禮好嗎？我哋有請行政長官。好啦，喺呢度啦，我哋麻煩同事為我哋預備就水噶啦噃。OK， 咁啊，我哋嘅參與者咧都要準備啦。Ready， 三、二。起步！多謝行政長官，多謝你繼續喺呢個位置啦，觀賞我哋呢一場嘅賽事嘅。嗱，頭先介紹到啦，我哋而家喺呢度啦，四位嘅參加者，大家喺單車同樂嘅活動裏面啦，正在踩緊嘅呢一個路段啊，係由尖沙咀出發，一路前往紅磡海底隧道噶。大家注意到實景公路嘅路段啦，亦都有上斜嘅部分喎。喺呢度我都想請教練同大家講下，雖然咧我哋做緊虛擬單車運動，但係其實佢哋都係要更加比力㗎，係嘛？係啊，顧名思義，上斜路咧，其實咧即係提供多啲額外嘅阻力咧，你要踩快啲啊。唯一有啲唔同咧，你唔使踩 brake 嘅，因為咧我哋可以咧按住呢個虛擬嘅模擬嘅運動咧去做嘅。如果你行左邊嘅時候咧，我哋係要撳左邊，行右邊嘅時候咧就撳右邊。咁落斜咧，我哋唔使踩 brake。係啊，嗱，大家你有留意到啊？好似而家喺我哋啦最左手邊呢位參與者啦，見到佢之前咧就 hit 到一個 box， 個 box 係咩嚟嘅咧？就係會控制佢速度加快或者減慢嘅。咁啊，唔好再 hit 到個減慢嘅話啦嚇，就要再比力多少少啦。加上呢個係上斜嘅位置。咁啊，另外咧，我哋都見到旁邊嘅另一位我哋二號嘅選手啊嚇，亦都係更加之掌握咗而家個路段啦。我見到咧上斜部分差唔多完成啦，我預備落斜。其實我哋喺進行呢一個虛擬運動嘅時候咧，同我哋真正喺街外做運動都一樣啊，要做足熱身嘅。都想請教練同大家講下，進行單車運動之前應該做點樣嘅熱身啦？好啦，咁啊，進行單車運動之前咧，我哋咧要做翻啲動態熱身，例如原地嘅跑步啊，我哋咧可以做翻啲開合跳啊，令到自己咧有少少出汗啦，同埋咧有少少心跳加速。咁我哋個身咧。咁然之後咧，我哋就防止到受傷嘅。
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左右兩邊啊都見到幾位嘅參與者啦，係各自完成咗路段呢一部分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建議大家都可以加快速度啦。咁如果我哋想佢哋加快速度咧，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啦，大家俾啲掌聲我哋咁多位參與嘅先。好，啊留意到嗱，路面方面咧，我哋目的地係去紅磡海底隧道呢一部分位置，你見到領展大學啦。咁而另一邊，我哋喺二號嘅賽道呢一度啦，參與嘅朋友咧，亦都係完成咗另一個上斜路段。再落斜咧，亦都係相當之接近我哋嘅終點㗎啦。嗱，我哋今日咧就永輝係大家之間嘅比拼，最重要係大家都各自嘗試一下呢一個嘅運動模式，咁喺當中你都享受過程啊嘛。其實以模擬運動嘅方式嚟到去參加啦，亦都有另一種嘅暢快啊！我都想問下教練啊，其實有更多嘅方式讓大家參與運動啦，相信亦都真係能夠鼓勵到更多嘅市民參與運動項目啊！嗬。係啊，呢個遊戲咧，咁我哋可以咧，亦都可以因為社交距離嘅關係啦，咁我哋可以分開唔同嘅工作嘅項目，我哋咧可以避免咧減少接觸，咁啊，但係都可以做到運動，尤其是可以喺室內做運動喎。冇錯啦，嗱，三分鐘嘅時間完成咗啦，大家各自完成咗唔同路段嘅長度啦嚇，有興趣嘅話咧，一陣間都可以繼續試玩，相信大家都好興奮。好，既然係咁樣咧，我哋完成咗單車競賽紅浪呢一個部分。咁啊，傾下偈，跟住落嚟，我哋都預備一齊去睇下一個嘅項目噶啦。係啦，頭先咧，我見到我可以行下。係啊，我其實見到呢一轉咧，我哋有幾位都係啊小朋友嚟㗎，其實大家都已經做得相當之好。大家睇起上嚟好似簡單啊，我親身玩過嘅呢個，其實好唔容易啊。好容易啊，三分鐘，如果真係認真踩嘅話，係啦，好啦。咁啊，尤其是上斜位啦，其實係真係好需要咧，俾足力嘅呢一點啦，係好緊要啊。一陣間咧，其實我哋現場呢一度咧，大家都見到有好多嘅市民啦，嚟到我哋荃灣體育館呢一度係排隊參與我哋今日呢一啲嘅示範項目啦，讓大家咧係可以體驗一番嘅。咁啊，稍後嘅時間咧，大家都可以繼續喺現場呢一度感受一下。今日我哋為大家介紹嘅電子虛擬運動當中咧，係包括咗多個項目嘅。剛才第一個部分同大家睇咗嘅啦，係電子虛擬單車。跟住來，我首先我嘅嘉賓咧移步，係啦，我哋去翻出口呢邊嘅位置。跟住我哋就會去睇下一個嘅電子虛擬運動項目。跟住落嚟，我哋睇嘅係拳擊。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去到第二個部分啦，係拳擊嘅項目啊。在这个电子虚拟运动拳击里面呢，我们也都是有一个的虚拟模式，结合了一些电子科技，是让大家可以用更有趣的方式一起去参与这个项目的。Nicky， 那么相当受市民欢迎的每一个项目啊，單車呢方面，剛才見到幾個小朋友玩完之後咧，我見到啲小朋友即刻入隊，好想快啲，快啲一齊參與添啊！咁啊，另外我見到喺拳擊嘅部分啦，亦都有好多嘅市民喺度啦，大家都落嚟撐場預備一陣間啦，係一齊試下嘅。好啦，小朋友嘉賓繼續上前，去到我哋今日第二個項目嘅部分。在今次的活動裏面，我們要跟大家一起參觀在現場準備了的這個不同項目，而剛才較早的時間已經有很多市民來到現場的參與。好了，接下來我們去到第二個電子虛擬運動項目是拳擊。今次在我介紹之前，我就想直接問一個問題了，有興趣試玩的嘉賓請你們就過去右手邊那裡帶個平衡器，有興趣試玩的大家過去右手邊目的是要擊打隨機出現的一些目標。
去嘅話咧，就請登場人幫我邀請嘉賓係可以就位。好，喺呢度咧，我哋有行政長官參與我哋呢一個示範，有先嘅掌聲，行政長官，跟住都有我哋局長啦。Thank you.
開。小心，唔好跌啦！快快步。